缺席啊，在历届成长战役之下从不缺席，而且维持最高度的态度，不畏强劲的对手，认真不懒的每天练习。他们宣称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，是斗志非常高昂的队伍。他们这一队最特别的是，队员平均年龄只有17岁，是分别组30组里年龄最小的，是最高的协调组，每天主动不间断的练习。强调成绩虽然重要，但是过程更重要。哦，分开一个，分开一个。是的，我们武林村队以我们肖耀宗肖村长带领之下，也是来参加我们这个军旗之争啊！来。